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马上要各位介绍今天语坛的两位好朋友，在茫茫股海当中指引我们方向跟未来感的分析师陈维泰。文嘉哥好，大家好。OK， 我不是随便称赞陈维泰的哈。事实上，我也接触过很多的分析师，我心里对他们都有一定评价的标准。我有三个东西在评价这些分析师：第一个，他的个性如何；第二个，他的专业如何；第三，他有没有特殊的眼光了哈。从几个角度来看，陈维泰是个很优秀的股市分析师。另外，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基友网的主编白富美白姐。大家好，大家疫情期间一定要做好免疫力的提高。OK， 投资理财也要有免疫力。是，所以这个免疫力保护身体，免疫力也要在股市里面或在投资里面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利能力的源头。好，好好做好免疫。OK， 台股投资大家有一个顺口溜叫做五穷六绝了哈。五穷六绝到底是一个魔咒，还是只是一个我们凭空想象出来的迷失呢？今天邀请两位在五穷六绝的这个传统的概念里面，我们怎么建构我们在股市里面的免疫力，进一步得到我们的获利能力的实现 ？OK， 好，相关讨论之前，我把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财经讯息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了哈。这个月初，主计总处上调今年的 GDP 成长率到5.46%，创十年新高了哈。最近因为疫情比较严峻，那主计处倒是逆向思考说，好，这个疫情严峻，但是全年的GDP 成长我还上修到 5.46 了，上一次的预测是 4.64， 大幅度调升 0.82 个百分点了。那主要主计处的判断是说，今年第三季我们的疫情可以获得控制了，那控制之后应该有新一波的经济成长的推力了。等下就叫两位对这样子的预估你们的看法如何。另外七项税收都创新高了，特别是证交税最亮眼了，真的强强棍了，这个保温台建物增加了很多的税收了。那七项的总和税收里面，前五月总计达到8932亿，写历年同期新高，前五个月就8900多亿，如果乘以二的话，很可观这一年的税收了。那在这里面税收金额里面最多破千亿元的是这个证交税了。那另外其他几个税收也都有很显著的成长，包括房地合一税了，个人的部分了，虽然总金额只有15.9亿，但是以比例来看成长了89.7%了。因为最近祭出一些对房市的相关的管制措施，在税收上面就是房地合一税的部分了哈。那另外像营所税，这个象征所谓经济活动的一个指标哦，那大概有216亿，年增率也高达52.3%，所以该探级而且五零六探级的公司完了进追了哈。好，两个资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一个参考。好，那在讨论今天的主题之前，我循惯例用手板跟大家快速报告一下相关讨论的资讯哈。五月营收加速大成长，大大的成长哈，类股百花齐放，所以五穷六绝是不是在今年根本就是一个迷失了哈？台股在高档震荡，增加它操作的难度，的确哦。近期盘面主流回归基本面，终于回到基本面了，不是靠什么本梦比或者想象空间来支撑，谁的基本面好，谁就能够得到投资大众的青睐。所以这是陈冲主委过去常讲说要有机之谈，有基本面来支撑的价格反弹，然后特别是今年五月，有超过上百档的上市柜公司的营收创新高，成为大盘助涨抗跌的重要角色，且市场的观盘焦点也从大盘指数转向个股表现，这是很重要的。turn around 哦，过去看 ，make key 大概到顶 key， 那这次没有哦，有的人有摘掉 key， 有的人乖乖啊，等着股价下修的命运了哈。好，尽管疫情严峻，随着全球经济逐渐的复苏，各上市柜公司的营收传捷报。法人机构表示，五月创收营收创新高的家数约100多家，比去年同期创新高的家数还要多，其中电子股占的比例最高。此外，传产类股如钢铁、电机、机械、航运族群当中，钢铁王、航海王也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也有不少加速在五月营收创新高，类股百花齐放，成为目前盘面的焦点了哈。马上来就叫一下维泰了哈，台股五月营收创新高的族群，含金量大剖析，注意哦。真正含金哦，不是那个表面镀金的哦。好，来看一下维泰的含金量，帮我们好好挖矿一下来。好。我先来回应刚刚我们谈到那个所谓的季节性五穷六绝的问题。这几天变啊？
之前是，可是我听起来是怎样？历史统计来讲，五六月都有哦。但是它反映在特定的产业上面，但是它的幅度没有这么样的落差大了。其实大概在10年前吧，就是上下半年的比，以前是3:7，很夸张。以前在上下半年，上半年3，后半年7，对，OK，或者后来慢慢拉近到就是4:6。然后有些时候，假设当年的电子股行情没这么好的时候，科技也没那么好的时候，可能会有5:5的一个情况发生。但基本上普遍来讲，下半年还是优于上半年。在过去的历史资料来讲，下半年基本上都是优于上半年的。是出口导向的国家，基本上下半年都比上半年来得好，因为以人的生活周期来讲，上半年是辛苦工作，下半年是努力消费。对，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冬藏，对对对对。所以在下半年大家都想要休息了。但这几年你的观察是五穷六绝应该。可能没有这么明显，没那么厚，就是五要穷，六要绝，没这么恐怖了。OK， 好，对，是来，请说。好，好，那讲到这五月份营收的部分呢，其实根据我的资料显示，大概是128家营收创下历史新高。128家，总共是上次加上位是1750多家嘛。条件是创新高。对，创新高。Okay， 好，创新高。好，那哪一些的族群是比较属于含金量比较多的？当然，我想我放第一个就是 IC 设计。因为 IC 设计在128家里面，大概占了二十一家，大概占6%了，是6%哦，好，它算是最大的一个族群。OK， 创新高的一个族群是 IC 设计族群，大概是21档，然后 PCB 相关是属于 PCB 的板子，再加上上游的材料，例如说金居、联茂、台光电这一些的，是。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大概就有11、12家 okay， 这么多，好，然后封测因为它是属于半导体相关的，半导体相关大概也有8家左右，好，同样是8家的半导体或是电子族群蛮多的，包括刚刚我看到的电机机械也是，是，但是我想还是比较挑一些就是市场上面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认同的 ，OK， 好，然后再来下面第三栏，下面底部这个就是属于传产类股。OK， 船长类股这一次表现最好的应该讲是航运呐、航运，航海王。那为什么会选航海王？是因为其实在上一个月跟上上个月，其实他们表现都是一直维持持续成长的一种态势，营收持续成长，报价也节节高升哦。对 ，OK， 好。再第二个就是钢铁股，钢铁股在这一个月份，就是五月份营收的表现来讲，事实上的确比我预期的还要好，因为连中钢创下历史新高，世纪钢、星光钢、业辉，这些其实在过去很少看到他们有爆出历史新高的这种营收的这些各个钢铁股，在五月份都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是，然后生技股有，不过生技股里面呢，其实包括像是大树，包括像是长盛，就它的这个族群性分配的比较少。因为生技股也是一个很大一个族群，里面有做制药的，有做防疫的，有做医材的，对对对，而且光是那个你讲医材又有分好多类了哈。OK， 好，所以也要在里面有真本事哦，才可以业绩创新高。没错 ，OK， 不是沾个生沾个技就大家一起来这样，对不对？好 ，OK， good。所以这个是五月份营收，我个人认为就是含金量可能比较高的一些族群。是，好，那精选10档五月营收创新高，哎呀，加股价涨的名单，哎，准备截图，各位同学们来，哎，来。其实制作单位叫我挑10档，真的是为难我，你知道吗？为什么？那么为难？128档，我要挑10档，就是考验的地方啊。不过我还是针对刚刚的第一个手板，这个刚刚第一个手板里面的那个个股，好，去稍微挑了一下，是，好，那我挑了13档 ，OK， 挑钢铁，还是不要有那种就是这个怪异漏万的现象，尽量不要。OK， 好。那前面3档就是 IC 设计，华讯、金利科跟天域。我先讲一下我怎么样去挑叫这里面这个名单。为什么？最后面这个栏位就是累计营收成长。就是现在已经到了五月份营收了嘛，是，对不对？好，那五月份营收从一月份到五月份营收加起来能够出现大幅度成长的，第一个大概今年上半年大概是没有问题了，是，就它的上半年的半年报大概没问题，或者是它第二季的财报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像这种个股，我们优先去做就是观察，
如果未来有出现震荡跟拉回跟修正，其实应该是第一个优先去做考虑的。OK， 因为累计营收好，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前段班了。对 ，OK， 如果有介入的机会，就积极要布局、哦。对 ，OK， 它跟去年前五个月相比，它已经大幅度成长。所以 IC 设计，你看华讯成长256%，嗯，金利科。成长186.74%，哦，是哦，嘿，100%哦，对，天域是成长122.77%，哦，也很厉害哦，对 ，OK， 然后这个是 IC 设计，是钢铁股，就刚提到世纪钢跟新光钢，嗯，哦，当然其实中钢也有，但是我它的成长幅度没那么高 ，OK， 我就把比较高的挑出来，是，那有两个不是比较超过100%，但是因为它成交量相对比较少，嗯，什么恒鼎这些，我觉得它成交量比较少。或许就不是一般投资朋友比较适合的标的。好，好是。那至于这三档后面上的航运，那不用讲，万海、长荣跟阳明这三档都是营收成长超过100%，累计营收是。所以其实，在今天的行情当中，嗯，大家一直都很希望能够转到电子股，可是航运股这个三档。还是今天涨幅算是前几名，就是还是赖着不走，还是七还是7-8%在涨，然后成交量又是市场上面的这个非常大的成交量指标，对，所以看起来今天的航运股的那个成交比重大概又是回到30%以上了。OK， 那下面台表科、台光电是属于 PCB 相关的。台表科我以前买过，很多年以前，多年以前了。对对，好，像这种标的都是比较是属于它是做 SMT 吧，表面粘着技术。对对对。那这种技术其实这个技术现在很领先嘛？当初我买的时候是说美外哦，今后的技术哦。对啦，它这个技术算领先，而且是它还不到孤门独市。嗯，但是它能够跟它竞争的不多哦，也不多就对了，也不多， okay， 也不多，所以我特别把它挑出来。OK，哦，是是，所以制程的技术上面还有一定程度的领先性就对了。哎，嗯欸，不错，好。对，然后台光电也是 PCB 的，嗯，上游的那个基板的部分。买上游好，买下游好，来来，这真重要呢。这关系到我这两个个股，第一个，它这两档个股是法人在买的。还有就是下游法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啊？哎，都有啊，我都有。你要讲好人，介绍好人哦。不过法人我会怕你，我最近很怕法人。人是善变，法人是来罚人的吗？哎哎哎，没有啦，没有啦。好 ，OK， 好。那至于上游好还是下游也好，好，我个人观察其实是上游的毛利率会比较好啦。OK， 因为我是就你说的，我是卖。我卖材料，贩卖掏金工具的，对对对，所以往上找，对不对？反而竞争少，获利会多，就对了。好，所以像金居啦，还有台光电、联茂这些，基本上都是属于偏上游的基板，比较偏在 PCB 主体，又是在上游的。对 ，OK， 好，明白哦，这是一个选股很重要的策略眼光哦。好，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铜价最近在涨。那铜价在涨，其实这种上游铜箔基板的这个部分，嗯，他们的报价会涨，嗯，报价会涨对营收有直接的帮助。是我本来一颗卖你10块，下一颗卖你12块，我就涨20%。但是我要说了，不是营收成长，毛利率就一定会成长，因为成本也同时在垫高。是，但是营收会成长是确定的。OK， 好。好，再下面就是两档是超锋跟捷敏，这两档个股分别是 IC 封测。嗯，那超锋其实我们后面等一下还会再讲到，它其实营收的成长是已经超过20个月营收 YOY 正成长，20个月 YOY 都正成长，没办法哦，那代表它的成长趋势是确定的。那至于推力是什么，我来查。前几天苗栗有一家厂商是做封装的嘛，叫就他 ，OK， 说出了一点小事情。像金源店跟超锋，嗯，这两家公司，其实在5月份营收都创下历史新高。OK， 所以这个疫情对他们讲，没有什么影响的，对。我觉得那天连 CNN 的这个亚洲财经的主播都来讲说，请大家注意哦，台湾这几家封测公司如果挡不住疫情的冲击的话，对于全球晶片的供应链，点点点点点点 ，OK，嗯，好，那这样子的消息对他们股价来讲是一个支撑力，还是一个潜在的破坏力？这就是我要讲的。消息出来，就股价开低，就往上做走高。OK， 有稍微吓一下，但继续又推上去的。对，两档个股都一样。那这是投资者的勇敢，还是公司的韧性够强？我觉得投资人勇敢是一回事，但是他的确实他的数字，他的数字就是这样嘛，他数字就是这样，然后也相对比较安全。这两家公司。都是相对口碑好、底子足、底气足就对了。以前我们在做研究员的时候，这两家公司它难得出现大涨，嗯，对，它是很温和的往上推升。
听说这个超锋是刘扬伟以前那边当董事长，还是另外一家公司？董事长我不太记得， okay， 但是从泛鸿海集团是。但是从他过去的经验是，他这家公司，第一个他不会去刻意的扩充他的产线，他是稳扎稳打型的。嗯、OK。所以一旦有一、嗯、我们这样开玩笑说，反正有几家公司是一旦有股灾，我们会特别留意的去对留意的个股。就万一有股灾，你就特别盯那几个，那、啊、这几个就是稳扎稳打型的，好，很不错，赏你一个摩羯座的贴纸，稳扎稳打，OK， 睡够了。好，来来继续。最下面就是生技了，那生技其实我个人不是这么的在行，但是我知道像宝林富锦。他们过去那种所谓洗肾药啊，或什么的那个，其实它已经一直都在发展当中。那这次营收也比较漂亮，所以我觉得这种个股其实是可以留意的。敏捷这家公司最近被杰敏在敏捷富杰敏杰敏，它另外叫富林宝林富锦，它也是做那个快筛试剂的。他也有在里面做快筛试剂，最近快筛因为这个疫情的需求了哈，内需市场倒是很大。过去就做外销哈，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再带一下一些相关的细节。打开龙门工啊，生技股哈啊，疫情当下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一个很简单的判断嘛哈，有 problem 的地方就是有投资的机会。那台湾如果因为疫情造成我们生活的或是有关防疫上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那是不是投资的机会就在？我们等一下就叫直接就叫维泰了哈。电子业破除五穷六绝的魔咒。淡季不淡，真的不淡哦。虽然端午节要彩蛋，这样今天真的是不淡哦。大概几个原因跟大家报告。第一个原因就是，抢料的问题。好，现在我们在几个朋友，又在业界的朋友都还在抢料了 ，PCB 也抢了，散热模组也抢了，然后当然晶片也抢了，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其实抢料的现象到现在都还是抢真来抢假，有没有叫重复订单呢？大家重复订单是之后才会发生，之后才会发生。但现在抢是真的，在上流的真的在抢。OK， 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这是真实的状况在抢。OK， 真的状况在抢。好，那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基期相对偏低啦。我个人认为，其实在去年因为台湾没有什么疫情，是，所以很多的这个订单大概在五月份、六月份之后开始纷纷回来台湾转单到台湾。OK。所以在今年五月份之前，其实营收的成长还算是正常状况。但是在六月份之后，我说实话，我会比较谨慎一点。就是六月份之后，到底还会不会这么高成长？因为疫情，你觉得多少会有一定程度的冲击？可能会有 ，OK， 可能会有。再加上去年的下半年，全世界都不好，台湾最好，一枝独秀。对，所以基期相对偏高的情况之下。下半年呐、啊，那今年五月份，你说五穷六绝有没有这种情况？看起来没有，是因为去年的五月份还好，还好，就是大家没有，它基期相对比较偏低，然后再就是报价的调整，目前看起来其实跟电子相关的报价都还在调整 ，OK， 连接器啊、PCB 啊或者其他的，因为新的产品要推出，新的 NB 大概在八月份、九月份要开案，那开案之后，大家就会针对，就是那既然你是新的案子要开，要开出来嘛，那我是供应商，我当然要趁着你新案子开的时候，我开我的比较好的价格，是，所以价格大概在七月份、八月份又会再往上去做走高 ，OK，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造成现在电子股其实有点跌不太下去的一个情况， okay， 所以电子股应该是不会受五穷六绝魔咒。给束缚的一个族群呐、啊，暂时不相对抵抗力，就这个白姐讲的免疫力是比较高的了哈。那这个半导体、记忆体、电子零组件营收畅旺，嚯、哦！你看那个电那个半做那个晶圆厂那老板，每个都笑眯眯的呢。听说那个慈善机构、文艺艺文机构，通通去排队，就等着他们。捐钱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对。好，那电子族群里面，当然我想最重要还是 IC 半导体。OK， 好，我们上次还讲过说，如果说真的发生什么样的这个转单啊，或什么抢单，其实半导体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目前其实世界各国大概除了美国之外，大概其实大部分的这半导体的产业链，基本上还是台湾最完整。OK， 上中下游最完整。那所以半导体当然从上游的 IC 设计就不用讲，五月份营收非常好，其实四月份也很好啊。所以 IC 设计其实我个人其实还在观察，就是说联发科什么时候正式站上1000元大关？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讯号。OK， 因为如果联发科
重新站回1000元大关，它势必会带动一些它后面的一些 IC 设计，还有拉抬效果，会有外溢效应，就对了。OK， 所以啊，目前的。昨天差一点点，差一点点，今天还在努力当中。OK， 听说昨天差一档，是不是？对，一点点哦。OK， 那收盘没什么涨。所以这个族群里面那个大哥，他的价格地位，事实上会影响整个族群的定价。是 OK， 好，所以联发科的股价会值得想要投资 IC 设计股的朋友们进一步去观察。那目前联发科的价格的动力推升力，你觉得是来自于？业绩持续看好，竞争力非常不错。有人说它的5G 的这个晶片，在全世界的市占率是不断的在扩充，所以这个都是大家看好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基础了。好，是另外一个台湾之光，那不好意思打断你，来请说。IC 封测，那就是日月光了啦，就是日月光。那日月光其实我一直在讲说，如果就产业地位来讲，它其实不输台积电哦。就是台积电世界第一大的封测，对啊，对啊，世界第一，而且是地方是哦，日月光是世界第一大，对啊，所以它的产业地位在 IC 封测里面，它其实不输台积电的，嗯哼，哦，所以如果说我常开玩笑，如果要复制台积电经验，日月光最有机会啊，因为没有人跟它抗衡啊，那它只是需要做一些就是说制程的提升，嗯，好，那能够把那些比较高毛利的制程。把它做起来，基本上我觉得它是很有机会脱胎换骨。OK， 所以它目前的世界第一，如果在制程的技术上再更求精进的话，它有可能变成第二个台湾的台积电在全世界的生产体系里面具有垄断的地位了哈。OK， 所以那个张潜生董事长不要每天下围棋 ，OK， 要把投资大众多想点策略。不好意思，张董，我看过你几次 ，OK， 来，大家继续来 ，OK， 来。然后记忆体其实目前我会观察到记忆体的原因，是因为下一代的商品 NB 三 C 产品它出来，然后事实上它待这个记忆体的部分也会开始推陈出新哦。哦，新一代记忆体会出来，那新一代第一记忆体出来，其实基本上报价也会开始往上拉高。是，所以这几个是我觉得半导体族群里面，我个人会特别关注到的几个层面。OK， 微台第一任呢，哈，这个共同这吼，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哈。第一任目前整体全世界的技术水平，那供应链的稳定程度哦，那在整个电子的大家族里面，你怎么去判断它？因为台湾很多第一任厂，虽然啊呢，时好时坏，报价时高时低哦，这实在很痛苦。你对这部分的看法呢？我认为不会再更烂了，不会再更烂了哈，应该因为供需的状况，因为其实在过去这几年没有新的这个晶圆厂开出来。他们只有在做现有制程的提升，是，所以其实，在晶圆的供给没有太大的增加，没有新的供应在介入的情况之下，本身它就应该有一定程度的业绩及价格的支撑力了哈。没错，像之前那个前几天韩国的海力士那个晶圆大厂。个出代志啊！我听我这朋友讲送了，我你是咧送下啦？啊，我来我袂记想啊，你有股票啦 ？OK， 送哦，到时啦，解封请我食饭就好了啊。好 ，OK， 阿妹，维达有没有什么补充？来，请坐。零组件就是看 PCB 嘛，刚刚讲过了 ，PCB 连接器，好，然后被动元件。好，现在比较少来讲被动元件，那是因为被动元件其实两大龙头，华新科跟国巨，最近没有特别好的消息。OK， 啊，拍谁好？我要得罪人啊，这两间人耶，别来买到一间。买生活品味比较高的国巨陈泰明董事长，还是买另外一家？我个人认为哦，我会比较 prefer 华新科哎。你像那个让国巨的陈老板会有点难过，为什么？不会啊，我觉得从产业角度来看，就是国巨它其实我们讲转机性啊，国巨其实它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就是整并之后，然后重新改，对，重新。改善这个产业的体的秩序，华新科也在做类似的事情。OK， 所以如果说在讲 timing 点的话，我比较会想要去期待华新科，它整并完之后的时间点，以及它可能背后隐藏的潜力跟弹性。OK， 好，非常谢谢啊，在两家都很优秀的公司里面，如果我只能投资一家的话，维泰提供我们一些选择的建议的哈。回到白姐这边了哈，原物料行情推升钢铁、航海王营收继续走强，白姐已经很强了，你还要它怎么强呢？心中啊就大开呢呢，我那连做捷运哦、做机捷都听到两个滴滴，一看就是滴滴那个大学生在讲我的中钢，我的什么？哦，这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没有恶意啊。OK， 来，请白姐相关说明。
好，那其实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是就是2020年跟2021年，其实我们会发现怎么样呢？哎，大家都有轮涨的机会，哈，对不对？去年都是流行成长股，可是其实到了第四季的时候，是价值股就翻上来。OK，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比如说航海王、钢铁王，大概都是差不多在第三、第四季就开始有一些大喷发，哈。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要再留意一点的，就是假如说像原物料，因为其实对岸是有在担心这个部分，嗯，好，有做一些控制，他来控管哦，对对对对，他也怕炒作嘛，造成这个原物料行情的这个，或者说一种抢单的这个申购的这个效应。那我觉得其实最近的其实有个大趋势，我觉得需要留意的啦，哈，就是像我们以前都讲全球化啊，全球化。可是现在虽然我们像半导体，我们还是全球化里面非常领先的，因为没有台湾的话，全球的半导体大概是没办法活。Okay， 是，对。那可是你会发现说，在这个疫情之下带来的全球化有一个断裂了，那这个断裂就会造成什么呢？原物料可能供应不及了，哈，那再来的话就是航运。哦，我们会发现，其实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就会发现说，哎，我们的空运包裹来得很慢呐、啊。嗯。那像最近疫情期间的话，我们就是连从好事多订来的货都要变慢。宅急便都休业三天了。对对对对，像很多低温的也都不配了，不是不停业了，休息三天。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哎，这个市场就会发现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哎，其实是过去哈。比较低价股的，其实就到了后来，它是有轮涨的机会。Okay。 那像现在，比如说像，当然我们五月营收五穷六绝，到底是不是一个魔咒？嗯，其实五穷六绝下面会接什么？七反转，或是七上吊。Oh， okay。 这个就完全是看、看当初的行情了，哈。那可是我觉得，哎，当然从基本面我们都可以去找到一些非常好的。可是我觉得，我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说，哎，五月假如听到这么多的好消息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嗯，假如说你觉得你有赚到的人，我觉得还是要先 take profit， 就是有一部分先落袋为安。OK， 等下一波行情再来的时候，好，可能再找一个好的标的。所以您比较建议说，五月、六月已经建好，到先收一下。OK， 就是你自己的资产配置里面， okay。 比如说你的有的已经就涨50%了，你50%不跑怎么办呢？或者说你已经涨一倍了，你不要落袋吗？ Okay， 落袋为安。可是其实很多台股的投资人其实才涨个20%，大概就跑光了啦。没有人大概可以涨到100倍这样子。是。那其实我会觉得说，五月营收这件事情，尤其要比去年的五月营收，因为其实营收比较有时候这种东西都是基期问题。嗯。去年的这个时候，也许台湾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可是其实整个产业链还是比较，整个的销售来讲，其实是急动的，是，所以它假如说会创新高，或者说整个的全年营收创新高，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好消息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从事很多财经的写作啊，通常真的新高的时候都是，哎，这个法人啦，或者是大户哦，就是趁机就在出脱的时候。OK， 那对于还没有进场的，比如说小资族啦，或是一般的散户的话，我们也许没有跟上第一波哦。这时候其实像维泰分析师这样讲的，我觉得就很好，就是趁着这一波拉回的时候，其实就是去找买点。OK。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像比如说你航海王还会不会继续下去？我觉得假如说在全球这个话，这个断裂的情况这么严重之下的话，我觉得当然是还有可能。OK， 对，是。对，那像比如说台股已经17,000多了，对不对？还会不会再创新高？对，那其实你在看欧美的股市的话，其实也许还是有机会啊。是。对不对？只要这个岛没有沉沦，大概我们其实很多的产业， okay， 是尤其台湾人的那个制造业的能力哦，是非常强的。那真的是这个时候五穷六绝，感觉上是不好，可是其实对于要进场的人，其实都是一个好时机。OK， 就算有五穷六绝，也要认真的积极寻找买点。其实我觉得就是要很认真的去找一个标的， okay， 要很认真。对，因为去年涨的，好，也许今年涨幅没有那么大。那你就要去研究它到底为什么。OK。那去年涨很多的，那我们现在还可不可以进场？比如说像上回这个四五月间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台积电又是买在那么高的价位，然后突然之间所有的小资族都在哀嚎了，更别说他们可能用很多的这个杠杆操作的这些人， okay， 对不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买点哦，其实就是大家都要稍微注意一下，是，就是真的市场消息好太多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小心一下。OK， 当市场都普遍充满好消息的时候，要注意好消息背后的 OK， 可能隐藏的某些讯息了哈。对，那白姐说基本面仍然有表现空间，台股的 Q2 比 Q1 还要好哦 ，Q2 比 Q1 还要好。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看个股的，这个可能就是维泰分析师他们比较厉害的地方哈。那其实你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当然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蛮好的。可是我觉得今年的 Q2 可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疫情来了，这个内需消费，虽然台湾的整体经济哦是以一个以国际贸易为主的哈，那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可是整个内需消费，假如说这个深陷下去的话，当然这个我觉得今年的 Q2 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期待。OK， 对，是。那可是因为就是唯一很多市场关掉，唯一不会关的市场就叫什么？股市，所以其实这个活络啊，这个财经这个部分、金融这部分，应该还是持续看好，对，对对对对对。Okay。 而且昨天有新闻说，这个五月份这些金融股的营收都呈现下修，我大概很快速扫描，除了永丰金持平哦，没有，它只是持平没掉，其他从国泰金那个几个模范生，全部玉山金全部都下修。那我看一般的市场的评价是说，因为五月份的股市波动非常大，高点在五月份有明显几波下修，所以他们的持股在这边可能受到一些影响等等哈。所以这个五雄六绝，事实上你说完全没有，但在某些特定的产业类股里面也看到它的一些压力的存在了哈。那另外这个维泰这个上百家营收创新高，从三指标选出绩优股，哪三个指标？我个人会从筹码面，然后营收的基本面，然后再加上产业的地位来去做一个选择啦。是，啊，因为法人买超就是属于这个筹码面的部分。那营收好消息，但是也要人家愿意买单。好，所以其实法人能不能够有在最近做没有买超，它营收不只要成长，我希望看到是连续成长，所以你是绩优股就必须要连续成长，要连续成长，要连续成长，这么严格哦，啊，我某一季稍微有点肚子不舒服，不行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连续？但是就它就不是。就是没那么优就对了啦，优嘛， okay， 对啊，对啊，哦，这个实在是要求严格哎，你不要说，不是好事情，你不要说严格，我跟你报告，这个哈，哦，连续成长超过十个月以上的一缸子哎，一缸子哦 ，Y O Y 就是说每一年的 Y 每一个月的 Y O Y 都成长的，你前面讲还有那个一缸子连续 Y O Y 二十个月，我们等一下来看啦，哈，这产业第二不一这种取代，那哪三档呢？我个人只挑了三档。哦，又来了，就是，超风哎，营收正成长，月营收正成长的连续二十二个月，啊，一年是十二个月哦，他一年多，换句话说，他连去年他什么五穷六绝、七穷八落都不管他了，坦克车都开过去就对了，他就是一直成长，他就是一直成长 ，OK， 这个超风，然后最近一个月法人就是倒达呗，轻轻悄悄的买一买了1.8万张。这些好人的法人，OK， 不是坏人的法人，也开始进场。对，好，然后再來除了 IC 封测的超风，联阳也是，这个在做这个电脑周边的 Control IC 的，也是26个月 YoY 正成长，一年12个月，所以它某种程度也反映像华硕啦，那个宏基都不错呢。对对，是，对，像华硕这真的哦，强强棍呢。对啊，对，哦，像这种都是。营收真的是持续成长，它，啊，或许不要大爆发，稳定成长其实对投稳定成长其实比大爆发来得更可爱，真的没骗你，啊，真的，对对对，真的哦，这个是像年纪大，对那个越看越耐看的就觉得哦非常好，不要笑哈，不要觉得笑什么 ，OK， 越看越耐看，大家都看白姐，我看冠廷，我看冠廷，看我们帅哥冠廷，哎，啊，好，那大概是连接器的，连接器其实也有，那这个也是很夸张，他连续41个月营收 YoY 成长，哎，这我先别拍板啊！连接器不是什么了不起，不好意思啦，这个
真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他很早就接触到了5G 相关的，他很早很早就布局了，所以连接器事实上里面还有更多的细分啊，对，还是有 OK 好，系列不好意思，这个哎，这个眼睛花花的看不清楚你的真本事，这个是 5G 的趋势，对，他还是要搭到后续的趋势，不然他凭什么持续成长？对对对，所以以我这种外行讲，那是连接器啊，这是什么都要不 key 啦，那公告呢 ？OK， 好，维泰真的厉害，点出到关键点。好，这个因为今天这个维泰来哦，有这个这个云友提问了哈，他提问这个，其实上昨天电子档都出来哦，那今天早上是见纸本哈。那今日报说，殖利率6%起跳，17档连10年配息冠军股出列了哈。OK， 乐乐等了哈，我在想，我这个我没意见，大家上网去看都有哈。OK， 好，我来看一下里面有个讯息，人家问你哈。他说：“量化整理了一张鼓励政策表现稳定的表格啊，发得好，要发得稳哦。好 ，OK， 好，总数刚好50件哈，给各位股民7、8月除权息时参考。但因为疫情因素，各家公司股东会都有所延后，配息日期可能会有延后。好，以下是筛选条件，我最后就叫你要这云友来提问。第一，殖利率要大于4.5%；第二，连续10年发放现金鼓励；第三，连续7年在当年度完成填息。”在当年度完成填息，贝塔值哦，就与大盘的关系系数接近于一，表示与大盘的联动越趋于一致。好，这个表头的我把它这边解出来。假设哈，我很保守稳健的人哈，我唔敢赚大钱啊，唔，我敢希望赚，唔敢讲想赚大钱啊，小钱给我倒倒啊赚，稳稳啊赚，哦，卖好啊料。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保守型的投资者。殖利率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诱因的一个投资标的。好，那有几个因素我发表：产业重要吗？还是股价比较重要？还是贝塔值比较重要？还是殖利率比较重要？还是连续几年发放现金？连续5年、8年、15年、20年，它这里面有连续22年都有在发鼓励的现金鼓励的。另外第三年、第最后一个选项是当年度填息所花的时间，你是用几天啦？31天、25天、165天。如果这么多的因素集合在一起，我要去筛选的话，维泰，你认为前两个最重要是什么？对保守型的哦，赚大钱我唔敢想，小钱稳来赚。你建议两个，特别注意哪两个？当然刚刚这几项栏位都很重要，是，但是我个人会比较第一个关注到就是公司连续发放现金鼓励的年数是多少 ？OK， 就这一栏。对 ，OK， 好，连续 N 年发放现金股利 ，OK， 我这边随便看下表，有连续20年的，有哦，20年好多家哎，26年、啊、还有一家26年呢，是啊，哇塞，所以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这很重要？这代表两件事情，就是这家公司它不管在景气的好跟景气的坏，它都可能有赚到钱，那会有这样的情况，大概就是它的产业利基没有人能够取代。OK， 他是一个老大哥，未必是老大哥，他根深蒂固，对，根扎很稳，是 OK， 好，所以有本钱，5年、10年、20几年，我每年发现金给你，对，好 ，OK， 好。然后第二个是说，第二个是说这家公司的经营阶层，他的心态就是，假设我今天赚的少，我还是发，他是对股东的一种负责的态度。OK， 经营者的经营理念，对。我愿意跟股东们分享，不管赚多赚少，我就是要跟你分享。嗯，哦，那另外就有那种不愿意分享的哦，也有那种人吧。你一直看我干嘛？啊啊、我很乐意分享。我怕你问我。我不会这么说小人哦。OK， 好，好，所以这个东西，啊，另外呢，就讲这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是跟那个贝塔值有关。贝塔值有关，对，我就跟贝塔值是跟。大盘联动，对对对，哦，贝塔值若趋近一，就代表大盘涨还跟着涨啊，嗯，到底是要跟它涨好，还是跟它背离比较好？我觉得应该以我的角度来讲啊，哦，我觉得我是要大，我在趋近于一会比较好，哦。OK， 就跟大盘属于联动会比较来得好。是，好 ，OK， 好，所以云友听到哈，不叫你的名字啊，你问的这个东西，好说，虽然有这么多筛选条件，但是如果在里面再挑几个比较重要的话，维泰说 OK。连续 N 年发放现金鼓励，代表这个产业扎根很久。另外，他们的经营企业的风格是一个分享型的企业，叫 Corporate Sharing Responsibility， 企业分享的责任。另外，贝塔值好，
简单，有听到好 ，OK， 好，就不啰嗦。好，那继续下一段的访谈的一个相关的题目。好，第一个，五月营收淡季不淡，绩优股大盘点，五月份营收创新高的公司到底含金量有多少？还能不能够继续追？此外，又有哪些公司虽然五月份营收没有创新高，但下半年能见度很高，这很重要，不要只看上半身不看下半身，或只看下半身不看上半身。好，且成长的力道会大爆发的公司，值得投资人在沙堆中挑出黄金了。好，来第一个题目，五月营收创新高，电子传产可以续爆吗？爆了上半身，继续爆到下半年去。来，贺老莫回答。我个人认为营收好的传产公司可以续爆，但是空手的朋友，我这边不建议去做追。因为它最甜蜜的那一段，分析清楚一点哈。因为最甜蜜的那一段可能已经过去了。哦。以航运三雄、货柜三雄来看，它就是一涨一跌，一涨一跌，一涨一跌。那个美好的时光已经过了。对。青春小鸟不再回来了。好。或许是这个位阶，我觉得相对偏高了。有点高处不胜寒，小心一点。对。那如果说你之前是买了这边续报，然后找卖点也 OK。也 OK。对。好。好。好，这那传电子传产就是谨守这个原则就对了。那电子就是叫他再挑一下啦。那我觉得现在电子股其实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好的族群已经慢慢越来越明显。OK， 不仅个股，好的族群也在集结当中。对，你刚才讲像 IC 设计、联发科，可不可以站上1000元的这个价格关卡，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价格拉升的指标能力了哈。那五月营收创新高加疫情，生技股可以续报，生技股永远是台湾股市里面的一个山中传奇，有人捧他捧的跟什么，有人看到他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他骂一顿了哈。来，听听维泰的意见。其实生技股今年跟去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生技股去年有很明确的多方指标，就是天国一辉嘛，就是四档。OK， 可是今年的生技股它缺少了这种很标准的这种多头指标，所以其实就会变成有点就是多头马车。有时候它涨一下，有时候它涨一下，这没有一个很整齐的一个表现。所以其实生技股的操作，我个人因为这个盘势的关系，我觉得它比较是适合短打的操作。你认为短打？短打的操作不适合天长地久，跟它天长地久就必须要一辈子，不要干一辈子啊。不然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刚刚那个等一下我问他连续 N 年配发股利的那个栏位里面有没有很多生技？哦，对，都没有。这就告诉我们，它这种类股它到底值不值得天长地久？哦，或许有些有，例如说通路商，大树药局这种，其实可能会有。是，但是你说其实研哦或医材类可能会有，医材相对稳定一点。对对对，然后原料药可能会有。对，像南六就还广义来讲可以算是它既不是生技，它是卫材吧？它做口罩的原料，尿布啊，对，纸巾啊那样子，对，湿纸巾都是，比较不是我们想说那个生技啊哈，那样子的类股。好，这个大概5月31号的这个金周刊的哈，那做了一个专题啊，不是专题，是里面的一个小专题，说从快筛疫苗到解药，防疫题材不退烧，恐会成为新常态了哈，因为大家疫情会变成流感化了哈，生技股行情再起，能需回归基本面选股，太强了，回归到基本面了哈。那说生技股还有哪些企业的基本面稳健，能够进可攻退可守了哈。那帮我们大家做一个表格，我看了也蛮有意思的哈。譬如说测量仪器，好，譬如说快筛试剂，像是泰博哦，这些公司看起来都很多都是舆论上的焦点。那现在最近在讨论什么？你知道这家公司，这叫什么念？疫啊日啊，疫后是不是？疫后，好，6709。这家公司做的东西很特别，它叫做那个什么鼻黏膜载剂，就以后的这个COVID-19 的疫苗不必吃不必打哦，有人说要用贴的，它这个听说是吸收效果最好，直接喷到鼻子里面去的哈。那听目前报道说，它也在等这个什么食药署给它进行那个紧急授权了哈。所以其实看起来很复杂，生技股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族群。你看，做疫苗的哦，最近的高端哦，那解药的哦，做医药解药的哈，那包括快筛试剂的，做原料药的，像那旭富去年年底灰修处了，那个很多公司都捡到那个转单呢，所以这个部分要进行投资的话，就像维泰讲了哈，这个是一个大族群哦，里面的细分，它的市场潜力，目前公司的整个研发的进程如何？说真的，我总觉得功课要多做一点，真的要多做，光看报道后一根一根一根
可能踩到地雷的机会会不小了。但我不是说一竿子打翻说你们通通没有竞争力，但是真的生技股作为一个本梦比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投资标的的话，功课务必要做好了。来看一下这个资金归队，半导体将在成为盘面主流，半导体 key 叫嘴，你是够不够敢按照 key 来回带？我认为最后还是会回到半导体。因为你看在昨天在整个美国股市的部分，其实半导体是涨得比较多的。好，那台湾又以半导体算是最为有竞争力的族群，所以等到这些传产原物料的热头过之后，大家冷静下来，其实还是回到这部分。那为什么我说它终究会回到？其实我观察到，其实前过去三个交易日台北股市哦，如果说以集中市场来看，它当冲比例已经从38%降到35%，降到32%、31%，在降。对，当冲比在降。为什么要降？不然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什么这个每天的交易，通常靠很多当冲，说高达快5%哎，4-7%。OK， 那为什么最近在降？因为操作难度困难，拍者。你看到你就会缩手。OK， 所以那在过去过这阵子，其实当冲最多的就是航运嘛，航海王曾经有一档6-7%，对，6-7%哎，当冲比哎，一天1000张的话，大概700张都在当冲啊。OK， 是，所以因为市场操作的难度增加，所以当冲比例也在衰退。好，那当冲比例衰退，我们上次有稍微谈一下当冲啊，像韩国他们的股市每日成交的当冲比是90%哎，对不对？我们台湾讲说哦，这有时候50%矮矮一个，能够拿90%，你起来跟中下哈。当然国情不同啊，还是整个资本市场的结构或是诱因的不同，我们很难去做直接类比。不过看起来，当冲比在退潮当中，对于股价是一个好的还是说不好？啊，当冲大家不玩了，缺少了资金动能，跨界没刺激。这从两个角度去看哦，从短线跟中长线去看，短线来讲，当冲比例下降，热度会减少，那股价就会休息。是，可是就对中长期的投资人来讲，每天你的股票一天涨停，一天跌停。早上涨8%，收盘跌2%，你会开心吗？我很痛苦，很痛苦，要非常痛苦啊！对我这种人来讲很痛苦，对，很痛苦，因为他每天涨2%就好了，对，没有，你两天给我涨1%，我也谢谢。对，所以他在中长期的资金来讲，他不敢进场，可是等到大家当冲都不玩了，真的降温的时候，需要等那个毛毛躁躁的青春期小孩慢慢成熟长大之后，我们再来跟他谈起婚嫁，对不对？熟女吗？哦，所以嘛，哈 ，OK 啊，熟女，好，所以是这个概念就对了。是啊，是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短线的看法跟中长线的看法。OK， 对，是好，非常啊，我们补充伟泰。我觉得电子股的部分，其实现在就是一些中长线的资金在寻找标的。OK， 所以看到他们的进去就是进去买了就不动。Okay， 买不懂，那或者是一直买，一直开始在慢慢进场布局了，在布下一波的成长高峰就对了哈。OK， 好，非常好，注意这些讯息了哈。好，这个白姐这边哈，全球陆陆续续解封了哈。昨天开玩笑说，这个全球在拼解封，台湾在拼解盲了。OK， 好，蛮有趣的。这个杨华 TVBS 国际新闻的总监呢，他就写了一个小标题叫"国际拼解封，台湾在拼解盲"了哈。好，全球陆续解封，观光股此时可以进场低阶吗？OK， 解封了，来吃头哦，来 shopping 哦 ，OK， 可以了吗？跌够了吗？看到希望了吗？来，不好意思，白姐。去年可能是流行的是对台湾投资人是英镑哈，今年可能是澳镑。澳镑。对对，尤其像最近不是很多人都开始要搭飞机出去美国啦，或是哪里？就那个叫诺亚方舟，回去美国打疫苗。这我大舅子在联合报写这个标题，然后说中正机场看见诺亚方舟。你说我靠，写什么标题啊？所以你说航运股啦，或是这些相关的旅游类股有没有机会？那可能是有的。好，那尤其你看它，你看前两天的一些新闻的话，国际新闻，你就会发现那些邮轮啦，现在已经又着落了。对对，而且还抢不到。
对，所以其实像假如说我们像有时候投资不再只限于台股的话，你们有些买海外基金，特别是投资如果不在台股的话，对，其实他们这些股票目前来看，像欧盟几个国家疫情如果相对稳定，他们事实上都已经采取所谓疫苗护照，那采取所谓多边对单边，或是多边对多边，或是单边对单边，比如我德国特别对你法国啊，你法国对譬如说哪一个区块哦，譬如说这个南欧啊，意大利几个国家进行所谓疫苗护照，可以做什么泡泡旅游了哦。好 ，OK， 所以这个其实我会觉得在海外的股票这方面的类股可能会比台湾哦。那台湾的话会不会有机会？其实现在还牵涉到的一个问题是说啊，台湾人假如说你没有快筛完成，或者说你没有这个，那是不是可以出国这回事？那这个会不会影响？疫苗施打率不普及的话，可能有一点难度了，有一点难度。对，包括台湾是不是欢迎指挥官前天吧，这个蒋万安问他说，如果施打国产疫苗，但疫苗没有得到国际认证，出国会有风险，他也说是会有风险。所以这部分也是投资者如果要投资这个所谓观光旅游类股的话。哦，可能要对要谨慎，这些相关的资讯的变动都很快速了哈。是好，那整体来讲，我们国外，但是讲啊，我得国外诶，这个 know how 无真多，啊，可能是投资台湾。那白姐目前有看到投资啊，都已经这个啊，雄狮旅游给出了去，什么给出刚好。其实我是觉得还是要停看听了，停看听。当然，其实我觉得维泰分析师可能有更多的高见了。可是其实你现在只要看股价，你是觉得你可以接受，然后的确是有那个量在出来的，就是说海外旅游团。可是我觉得这个方面好像目前还没有看到。可是假如说它的价格是在一个合理的均价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布局。目前如果从这个内需产业的旅游观光业来看，市场还是真的很惨。新闻所做的调查，尤其是他们是100%认为说自己是受创最严重的行业。对，那包括从房地产大全哥这边所给的讯息说，目前的大宗房地产的交易，通通都是旅馆，我动尾都给，我被背的，对了哈。所以目前看起来，是不是真的是低点了哈？有机会介入，我想也有机会，我们再来跟两位再做进一步的就教了哈。那这个。我刚才称赞了一下那个维泰要请我吃饭了哈，是没有天下白拿的称赞了哈。好，我称赞说你的专业，你对于这个财报的解读不是只是财务的角度，还有其他很多角度，我自己的观察哈。财报不再像天书，看这几个指标找好股来。财报不像天，财报本来就像天书啊，对不对？为什么在里面可以看出美感来？其实我之前最早是念电机系的，财报的部分我大概是在考分析师的时候 OK 才开始努力开始看 OK 好，不过这也是个好处哦。我对于看财报，我会觉得要有多元的视角，不是纯粹从财会的角度。事实上，它有一个数字，但是你如果有其他不同专业的角度去看它，比如说我的专业在行销，如果用行销角度去看财报，我看法一定会跟你不一样。但这就是基本条件之外的魅力条件哦。所以好的分析师。要有特殊性，就在那个地方。好，来，不打断你了，请说。好，那在我们刚刚进行业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就是看的就是损益财报、损益表。那损益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营收跟毛利率。很多人会去看净利率，但也可以。可是我个人觉得，有些公司它就是没有营收。那没有营收的公司很奇怪，很矛盾。你这家公司开门做生意，竟然没有营收。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长久来看它一定有问题。OK， 所以营收是最基本，一定要有。然后是毛利率的部分，毛利率是要看趋势。如果它是缓步往上做垫高的，这种公司是好公司哦。缓步往上，但是其实很少找到这种公司，大部分的公司大概都是持平或者是缓步下滑，因为。尤其在前3-5年，这个中国的崛起，台湾的很多毛利率都是被压着打的，或多或少，多数的产业都是在红海里面了，红色的海洋里面哈，就同质性竞争都会面临所谓价格破坏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毛利率的维持有点困难。对，好，对，这两个是我会特别看的。是，那后来接触到一些诟病诊病的一些事情，是，就发觉资产负债表真的超重要的。有些公司整个水水哦，营收好漂亮，毛利也不错，可是啊，你在指涉谁啊？没有没有，我没有说谁，我没有说谁，我刚刚真的没有说谁，没有说谁，但是他
一看他资产负债表，他应收账款这么多 ，OK， 还能没一杠啊？有问题，来来来，对对对，他账上现金也不多，对，那你钱到底花去哪里？是，对不对？所以那个我们群组有一个台大会计系的教授写一本书，叫做《财报就像一本》。故事书，你的身家的故事书，你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故事书，也是预言书了哈，很重要。来，就他讲的贵哦，没讲哦，来。对，好，再第三个就是现金流量表，就是说你今天做那么多生意，钱有没有流进来了？嗯，好，那营业活动的金流跟投资活动金流，投资活动金流就是说，假设我今天的这个资产设备一不断的在扩充，那就表示这家公司它至少老板，他对未来其实是有一些规划的，比如说台积电是，好资本支出，资本支出，嗯，对，好，它至少是有一个计划，至多至少不一定好是坏，但是我觉得它至少有一个这样的计划，嗯，就表示这家公司有在营运跟思考。然后营业活动现金流就刚刚这个营收一样，就是我今天做了那么多业务，做了那么多生意，钱有没有收进来 ？OK， 这都是必须要去看的点。回到另外一个费用比怎么看？这个其实要看各个的行业，你认为用行业别去，就不能用一个单一标准。嗯，对，我觉得行业要不要看公司的成长阶段？公司的成长阶段，其实我个人觉得，一个稳定的公司，它的费用比例不会特别增加，嗯，它会稳定 ，OK， 它会稳定。是，那除非是有一些就是它是用研发为主的这些公司，它可能会在某一个阶段的费用特别提升，嗯，那可能那个阶段就是它要推出新产品之前 ，OK， 它的研发费用会特别提升，嗯，然后呢？之后产品推出来之后，研发费用会降，但是呢，行销费用会增。OK， 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体来看，费用率这一家公司来讲，理论上它不应该出现太大幅度的波动。OK， 非常好，这个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判断，不应该有特别的高低的，因为有时候这是一个水床效应，这边压下去，那边就鼓起来，这边压下去，这边就鼓起来，但持平来看，应该是维持一个固定的水平了。这个题目来就教一下白姐，基本面选股啊，我得好财报，我也不讲真过来看，我这样点点点，我又不喜欢看财经政论节目，有无？基本面选股，抢在营收公布前找标股，来来来来，基本面怎么选股？这个当然就是一定要看这个节目啦，还要听维泰分析。看陈维泰讲，没有看我误人子弟。我觉得这样比较重要，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会建议啦，真的好，就像巴菲特说的啦，好，你真的要是没有办法好愿意持有一档股票超过十分钟哦，真的你就不要了。OK。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办？他教大家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他最后也买了 ETF 了。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OK， 好，对，真的就是说很认真做功课，因为我觉得投资就是要认真。可是没有办法，人人都像陈维泰，你没有办法像我教到陈维泰，对对对，尤其你有他是好朋友，你根本就是有一条特别的线嘛，是是是，有一个特权通道就对了，对对对，有一个特权通道。那没办法的时候，我们真的也只能说听听这些股神给我们的建议啦，对对对，前辈们的建议啊，智慧的结晶，真的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持有十年。你连十分钟都不要报了啦，那你更何况你要做功课，所以其实像维泰分析师这种人哦，真的是很资优的人，愿意这么样的分享，不好意思，对对对对，好，我们时间大概剩下都有两分半，对，这个白姐不好意思，没有这资料都要加快来。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哦，这几张一定要 click 下来的，真的就是小资族要怎么办的时候，是哦，因为刚好我最近整理出来第一季哈，哎，台湾人真的很厉害哦，境内外股票基金哦，总共买了第一季就买了1500亿哦，是净申购哦，是扣掉卖掉跟买掉了之后剩下来了，买了1500亿哦。那到底买了哪一些呢？好，这个我们其实是可以来一个参考一下。除了前面那两档哦，是因为新募集的啦。是，真的不会的时候，其实像这种主动式的啦，或是被动式的，你就直接买了吧。OK， 就放着哈，然后这也就不用烦恼那么多，你可以当你的核心十年，对对，你假如说有一亿财产的人，你就买个几百万在这里，剩下的钱就去跟着维泰分析师去看看哪个股票好，去那个矿沙里面好好的挖金哈。那没有办法的话，其实这种主动被动的，其实都是蛮值得推荐的哈。那这张一定要 click 下来哈，啊，再下来还有一张。这张也可以 click 下来哈，啊，不好意思，这边有一个多了一个毛字哈，可是一定会让你赚很多钱的哈，好，多了好几个毛哈，好，那这个毛字多了哈，好，
那其实这是主动式的啦，好，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台股已经来到了相对一个高点了，嗯，那你怕你进场的时点，因为你在低点买，真的是闭着眼睛后它就会涨上来，青菜味青菜芽，对对对对对，那这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一些主动式的台股基金来帮你嘛，嗯，好，那这几档也是就是这一季以来哈，第一季以来台湾人买的非常多的这个主动式的台股基金，是是是，其实都可以参考啦，然后它这边有他们的相关绩效啊，你也可以看看，好 ，click 下来蛮好用的。OK， 这个都把它截图下来哦。对对对对，那这个是第二个，这是11名到20名的。OK， 其实大家都可以参考，就是很多其实都是蛮好的一些自由，真轻松上手，然后稳健获利的一些好的选择。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投资人，尤其是小额投资人或是一般的投资人，不想要想太多的哈，其实就请专家帮你做了。Okay， 付一点小的管理费是，也是可以不错。那闲暇有偏好，比如说看到维泰推荐的哪一档啊，股票真的值得买的哈，okay， 再拿一部分钱出来买。Okay， 好，那我就觉得你这样子的理财的话，会比较稳健一点。OK， 好，不要全部都压在股票里面。股票是很好，尤其是你要 cash out 的 cash in 的时候啊，是很快的。好，顶多等个两天嘛，钱就进来了。是，基金会稍微慢一点。好，那可是假如说就长期来讲的话，慢慢的投资的话，其实这也是一种方式啊。OK， 好，不论是 ETF 台股的 ETF， 或是主动式，非常谢谢你们两位精彩语谈。哈，礼拜一是端午节，哈，如果没事就在家里当废物啊，这是现阶段优良公民废在家里。谢谢大家，下礼拜再见，拜拜。下礼拜见。